静婷，你叫我以后是别人种面对你，要够面对咱的婚姻。小婷，小婷，哎，啊，你请进啊！我这个消息就是给表姐传来啊。好佳哉，好佳哉，你无代志啊？佩佩，你娘今个状况安怎？你免烦恼啦，阮拄才问过医生。囡仔哦，平安无代志，平安就好，平安就好。马医师，即马孙建廷的状况是安怎哈？哦，我看来，伊烫伤的部分哦已经处理好啊，啊，不过吸入大量的浓烟啊，有呛伤的那个现象，后续呢还要持续追踪。哦，马医师。多谢你，我想要看囡仔，你带我去好不好？没用这啊，小婷，你今麦好好静养，这是上重要的，哈。不会啦，没用，小婷，你先倒好，你今麦袂当去啦。小婷，小婷，囡仔哦，我甲恁爸有去看过啊，因真安全，无代志，你放心。你今麦哦。先把自己的身体顾好。妈，我无代志啦。你若无我看到囡仔，我无多安心啦，哈。小婷，小婷，小婷，好啦，那呢，那呢，我带你去，好不好？小婷，啊，小婷，小婷，建廷清醒啊。小婷。我要先去看囡仔。小婷，你哪这种态度啦？人拼性命将你甲宝宝救出火场，伊受的伤比恁较严重呢。你好好甲伊讲啦。嗯？建廷。多谢，多谢你救阮母仔，建廷，我真正真感激你保过家己的性命安全来救阮母仔。你欺骗我的代志，我无咧甲你生气啊，所以免哪有可能无原谅你啊。所以你这救命之恩，我是一定会还你。咱的婚姻真正无多继续落去啊。因为咱无法度互相信任，个性袂合，所以咱也是离婚啊。这就是你要爱，要爱用我未来人生来报答你的救命之恩，就算讲。咱的婚姻继续落去，你安怎？你是不是有那同款规工来猜疑我，怀疑讲我是不是过去找方思瑶要当伊的身躯边，然后搁做一挂无聊的小动作来维持婚姻？你安尼只是咧折磨我，而且搁较折磨你家己。所以建廷，咱的婚姻真正无必要继续落去啊！我不。我知道你是不是想要趁这个机会再回去方思瑶的身躯边，对吗？你根本就是在找理由要跟我离婚的。你看看你自己，你就是这样啊。就算说我回去你的身躯边继续做你的太太，你也是一样在怀疑我。你这段婚姻到底是要怎么继续下去啊？好啦，我现在不想要当人家，我要离开建廷，那是我自己决定，跟任何人我无关的。而且那是建廷自己做不对，也不用怪别人。爸，那出院了，我会带囡仔回去厝住。现在我先去看囡仔，佩佩，麻烦你。哦，